这是在启动吗？启动到什么了？他应该是没在啊，出车前的检查。进来，进来，要帮你，回家放牛。哇，三人啊，把车等下传给我。他一定要吃醋啊！来，我说赞啊，很好吃啊，是吧？抱歉了，我喝错啊。前进一点啊。哦。那他不是要？